马上就要过年了，为了让明年爱上吃早餐，我买了早餐机。其实说到底是被它的颜值所吸引，今天就做一个日式鲷鱼烧吧。除了红豆馅儿，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珍珠鲷鱼烧也非常好吃，里面的珍珠 QQ 弹弹的。现在开始期待每天的早餐了。